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疲于奔波在异国的生活和开创事业等种种原因之中，他们梦想的婚姻变得越来越远。你给我滚！你搬过来住吧。你喜欢中国文化？你这样的女孩啊，我见多了。你这是在钻美国法律的空子。什么？你不读博士了吗？如果连爱的人都守不住，我读这些书有什么用呢？在无尽头的人海，孤单的我的脸，茫然的眼，在闪躲。我叫李长虹，是不是走出家门两步一年，回想你温暖的陪伴？也不希望你男人把我当银行。我和我合作。不是带夜深了，独自一人，多少次期盼。你说超过30岁的女人你不考虑？对，没有哪个男人不喜欢漂亮女孩吧。对不起，我已经32岁了，而且我是个女博士。如今这女孩怎么都这样？我是第一次，请问你是哪位？渐行太远，记忆中父母的脸，割完一点一点，就快看不见。我想寻找的答案，还在那云外天边，我只能默默帮忙，不停不歇地追，在远离故乡的路上。远离故乡的路上，弟兄，有一张给我。我还以为你是不是走出家门两步一年，回望了背后的彼岸？是不是待夜深了，独自一人，回多少次？渐行太远，记忆中父母的脸，割完一点一点，就快看不见。我想寻找的答案，还在那云外天边，我只能默默帮忙，不停不歇地追，在远离故乡的路上。远离故乡的路上，你怎么了？静哥，别总想高富帅。你想要结婚吗？我可是有追求的。汤姆斯，看，走吧，多好的老人啊！在远离故乡的路上，好美好。我希望你好自为之。